排名第七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839586票，来自 SNH48 Team S2。和去年一样，许佳琪。许佳琪来自于 SNH48 Team S2，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。以前作为许佳琪，对于夏天的印象就是太阳、西瓜、空调和棒冰。现在作为 SNH48 的许佳琪，对于夏天多了对投票的担忧，对目标的努力，对排名的不甘心，希望以后也不会忘记这一刻，在同一个地方为了梦想一起牵手，一同共创奇迹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 Kiki 许佳琪，非常感谢大家为我投的每一票。土土的一个朴素的女孩子，记得来参加面试的时候梳着一个干净的大光明，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舞蹈学校的女孩子，然后穿的也是很朴素，脚上的鞋子呢还因为下雨天的原因沾上了泥土之类的，然后自信地唱着跑调的歌，是，然后就很幸运的得到了站在舞台上的机会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公司，谢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公司能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给我一个梦想的车票，踏上一个偶像的旅程。然后也非常感谢我的队友们，因为有我的队友们的一路陪伴，我们一同经历风雨。我还记得从第一届的总选，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是在中心的舞蹈房，渐渐地换了越来越大的体育馆，人数也越来越多。然后排练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美好的女孩子，我们团里面有这么多美好的宝藏，然后我也很幸运很开心能认识这帮朋友们，他们也是我很珍贵的家人。然后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粉丝，我的黑旗军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不哭的，我今天不哭。然后我们呢是一开始从毫无交集的陌生人，然后走到了台上台下的距离，接着呢再到牵动彼此心的存在。你们真的是我内心中最柔软最温暖最安心的存在，谢谢你们。最后我之前也说过我要把我的青春献给 SNH48， 现在这个青春的旅途即将走向终点，我也希望未来我会踏上新的旅途，创造新的青春，我准备出发咯，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吗？我爱你们，我爱黑旗军们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 SNH48 Group， 继续支持我，谢谢。再一次祝贺 Kiki， 有请 Kiki 入座。
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排名第六位的成员，他的得票数是856471票。他是来自 SNH48 Team S2，从第一届到第六届获得了最好的成绩，孔霄莹。他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。这一年来他付出了比去年还要多的努力。